给你买个栗子，还热着呢。哎，我这牙口不好，吃不了。那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吃。嗯，别客气啊，多吃点啊。那，老爷，您看看我吃，我标的重音对不对？你看。哎呀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我又看不懂。嗯。那我问谁呀？ 二零七的案奶奶，她原来是省委宣传部的，催了摊长，她什么都会。嗯，那我现在去了啊。嗯。哦，对了，那养老院的钱你是不是让人家来交了？我都没见过这个人。这不收费的总催我吗？我就找人先垫上了。用得着吗？我的退休工资卡都在你妈的手里，没跟你说吗？ 说了，这不缺的急吗？人家也是好心帮忙啊。我的退休工资都花不完，用得着他吗？那您倒是给我点儿。哎，胡了！辛苦了。 总监，您别这样瘆得慌。来来来，大家停下手上的事儿啊！我要重点表扬一下咱们刘烈，怀着孕，忍着身体的不适，刚上班第一天就把难搞的 MD 公司的大单谈下来了。Mandy 刚才给我打电话还夸你呢，说你有画画的天赋。 看来你们谈的不错。好，工作吧。你家了？嗯，送你杯咖啡。现在宣布一下考勤，上个月迟到次数最多的是小易。啊，我，一共迟到三次，按理说应该扣工资。 但是我跟副总说了一下，大家工作这么辛苦，就别扣工资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费你姐。上个月小段迟到两次，请大家喝了奶茶，那小易就请大家吃点点心，也算是我们约定俗成的公司文化，谁迟到最多，谁请。嗯，就点公司对面那家，15分，意思一下就行。嗯嗯，好。 大家继续工作啊！680，无法支持交易的原因是您信用卡被冻结了。啊？为什么会被冻结呢？是主卡的持有人申请的。只要这卡里有钱，且这钱是你自己挣的。 生活啊，就不会太差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哦，哇，我快冻死了！我们真的不能开空调吗？不能，因为我欠我前男友90000块钱，从现在开始我要第一号生活。不行不行，还是太冷了。我来交电费，我去开空调。 为什么吃泡面啊？不会吧，我的信用卡冻结了。不过好在我已经把房租提前给了你。哦，对了，从明天开始我就要在便利店兼职了。从某种层面上来说，我现在就是独立女性了。嗯，你要是再离个婚，就真的成为单身独立女性了。爱情跟面包不能兼得，你呀一样都没有。哼哼哼哼。
这好像是在说你本人呢。嗯，战斗力有提升嘛，潜力不容小觑啊。嗯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给我的信用卡找卡主。这怎么不 P 一下再放出来这图啊？这个还行，但是你这样找男朋友靠谱吗？我是想每天见一个，这样的话呢，我晚饭就能解决了，也能撑一段日子。还能这样啊？这叫颜值经济。哎，这不错。我不喜欢有肌肉的。这已经不错了，我给你换了。啊？见一下，见一下嘛。好吧，只要能解决晚饭就行。我呢，基本每天也不吃晚饭，一周一顿欺骗餐。咱们就不能一起吃顿正常的餐吗？做我的女朋友就要跟得上我的节奏。来 ，Miss Tough， 敬健康。我干了，你随意。Hello， I'm Ben。这位是本先生。那您是？我是他的私人翻译。So why do you call yourself Miss Tough？ 你为什么叫 Tough 呢 ？Tough。Life is tough。啊 ，interesting。哦，好好，有意思。What's your Chinese name？ 你的中文名叫什么？榴莲，叫我榴莲就行。榴莲。Durian， you can call me Durian。Oh, really？ 榴莲是真的吗？榴莲。What are you doing in China？ 你在中国干什么呢？啊，不对不对，等等，你们顺序乱了，你不应该越过我。他结婚你也跟着？哇。So if you marry someone， I have to translate at the same time。什么意思？ What's your meaning？ 你俩挺合适。榴莲小姐吗？嗯，我是小金。谢谢啊。榴莲小姐，你对咱们的未来有什么想法吗？那对自己的未来总有规划吧？我连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。这爱情啊，就好比马拉松，就像这条跑道一样，哎，就像他们一样，咱们得保持步调一致，才能维持感情长久。咱们有感情吗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让你走进我的精神与金钱世界，让你看看我是怎么亲手打拼出咱们的未来的。哎，我可以手把手教你啊。不用了，对自己负责就行了。我给你看个东西吧。来，宝贝儿，你现在就用手机下载这个 APP， 咱不多，先投个1000块钱，接着就是利滚利，雪球越滚越大。哎，我负责买房买车。你就负责度假经费就行，咱们一起为爱的金库添砖加瓦。哥们儿，台词生硬了点。不是，这话说的，我这都是心里话呀。我长得那么像捆韭菜吗？早日从良，啊？不是，榴莲小姐，单我买了啊。